مرحبا بكم مشاهدينا الكرام في حلقة جديدة من البرنامج الوثائقي توقيت فوتيان. من خلال هذا البرنامج سنتعرف أكثر على سحر وجمال مقاطعة فوتيان الغنية بجميع تفاصيلها، في الممرات الثلاثة والأزقة السبعة وعبر طبقات بلاط المنزل المتداخل. يتم عرض الموهبة والجمال على منصة لجناح بجانب المياه، سواء كان جناحا طبيعيا أو شكلا من أشكال الزهور أو الطيور. يمكن أن تتقلص لوحة الفلين في الإطار وتظهر سحرها البسيط لنفس الربيع في جميع الفصول. تابعوا هذه الحلقة لاكتشاف سحر هذا العمل الفني الرائع.西园村是软木化的发源地，但是沿街并没有看到有什么软木化作坊。终于，在西园村村委办公楼的后面，我们找到了一间软木化工作室。百来平米的屋子里，十几位艺人各自驾驭一个工作台。对于我们的到访，他们并没有太大的反应。 依然专注地忙着手上的活计，而我们也得以近距离目睹软木画的制作。像这瓦片这条条哈，刀子要这样子下去压上来，然后这样子压下去，力道要平，刀要直，下手要非常平均。它这样子一刀一刀哈，就变成这样子了。 做这样的瓦片是软木画艺人的基本功，一压一划一挑，考验的是手底下的硬功夫。陈厂长做软木画已有几十年的时间，他说，一幅软木画作品中有盘根错节的枝干，有细如发丝的松针，还有姿态各异的白鹤，做什么部件，用什么工具。 都有讲究。拿起一片削好的软木片。 我们明白的软木化工艺这个名称的由来，这种切削后薄如纸片、柔韧透气的木料，主要产自国外，每斤售价在200至300元之间，在本地基本是买不到的。每次师傅们都要在上海、天津等地订购原料。这个材料生产于西班牙那一带，这个树叫双皮栗树，它是一种树皮。 要生产到9年才能播。福建依山念海，风光奇丽，文化发达，素有海滨邹鲁之称。福建的民间工艺
就根植于这块沃土上。无论是德化的瓷器，还是寿山村的石雕，都是当地丰富自然资源的馈赠。但是为何连原料都依赖进口的软木化，却在西园村扎根生长呢？这项民间工艺是如何代代相传，走过百年辉煌呢？这些还要从软木化创始人吴启奇说起。敲开了吴启奇故居的大门，在西园村村委王成良书记的口述下，西园软木化的发展脉络逐渐清晰。1914年，福建巡按使许世英从德国带回一张类似木化的圣诞风景贺年卡，交给福州工艺传习所的陈春润仿制。陈春润召集福州木雕名师吴启奇、技师郑立熙一起研究，脑子里整日装着这幅作品的吴启奇，偶然发现马尾海军轮船上的救生圈电沉木也能雕刻出同样美丽的作品来。于是他率先做了尝试，用木雕、剪纸等传统技法雕出山水图景，再一样粘贴在衬纸上。就这样，世界上第一张软木画诞生了。而用来制作救生圈电沉木的栓皮栗树，也被软木画艺人沿用至今。这两幅静静地倚在陈列柜里的软木画，看上去很有些年头。从画框旁的题词“吉喜至喜”上能看出，这是送给好友的结婚礼品。据老艺人介绍，自吴启奇在福州城内的总督后立起了启奇木画店的金字招牌后，买幅软木画作为婚嫁喜事的贺礼是件时髦体面的事。那时软木画已从简单的平面贺卡发展到半立体挂框，吴启奇也开始在家族亲友之中传授技艺。当时西园村人人学艺，家家设防的火热景象，至今还是村里老人们津津乐道的事。位于西园村西北部的玄坛祖殿，也被当地人称为财神庙。1953年，西园村第一个软木画生产合作社在这里组建，软木画开始从家庭作坊进入集体生产模式。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玄坛祖殿经过数次修建，已难觅当年软木画生产留下的痕迹。但是庙前的两棵百年老榕树，见证了软木画在这里开始步入黄金时代。我们福州市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块，就成立了软木化厂，在那下涵路成立了软木化厂，然后呢，西园村这边只加工零部件，西园村能擅长的是做树，树是擅长，那我们隔壁村有一个村，他擅长做那个亭子、亭台楼阁，有的做花鸟，然后把这些产品呢送到那个软木化厂，福州软木化厂，他来做产品出口。1957年，正当福州各个木画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候，软木画创始人吴启奇赫然长逝。这一年，年仅17岁的吴学宝拿起父亲留下的刻刀，担起维持全家生计的重任。作为创始人吴启奇的儿子，吴学宝学习软木画可谓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بفضل المهارات الحرفية الرائعة والطبيعية الخلابة التي جسدتها، تمت الإشادة بلوحة الفلين بأنها لوحة ثلاثية الأبعاد وقصيدة صامتة. البراعة الفريدة لشعب فوجو
تجعل الحياة تدب في الخشب الجاف مرة أخرى. شكراً لكم مشاهدينا الأعزاء على حسن المتابعة، والآن كما عودناكم دائماً حان موعد بث حلقة جديدة من برنامج لين في فوتيان، لا تفوتوا فرصة متابعتها، حيث ستأخذكم المذيعة الجميلة لين في جولات مختلفة لاكتشاف جمال مقاطعة فوتيان. استمتعوا بالمشاهدة وإلى اللقاء. مرحبا، اليوم سأخذكم معي لنجرب واحد من أقدم وأعرق الفنون الموجودة بالصين. يلا. أنا على وشك الوصول للمكان. هيني وصلت وصلت. ايه صح. هلو ني هاو. ني تي لون شي هاي هي شو تقول؟ مرحبا. ني هاو مهبل. مرحبا. هلو. ايه شاصو. هاي مرحبا. تشينجين، ومن شي داو جانتين لاي كان انشا با. 这个是我们大漆艺术品的展厅，你现在所看到的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大漆的作品。大漆的话是我们中国的一种非常古老的艺术，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7000多年，7000年，对，7000多年，这是有实物历史考证的。这里都是一些漆器的小件作品，哇，好漂亮！这个是一个漆器的花器啊，就花瓶是吧？对，我们叫花瓶，颜色。 特别漂亮，像这些都是茶席上用来使用，是不是？问到了，大漆除了说做一些摆设和空间作品之外，它其实还可以作为首饰。这个是一个手镯，我帮你戴上。OK OK OK， 太好了，啊！哇塞！ 陈老师的工作室了，一会儿呢，我们要体验一下大漆的制作过程，很期待。谢谢陈老师。嗯嗯，那我们开始吧。丽丽，现在你面前看到这些色彩很缤纷的，都是我们的大漆，就是它做已经就调整过颜色的色漆。那我们要把它画到画上的时候呢，我们还需要再把它混合一下，调出我们需要的颜色。对，那我们现在就来试一下。好好好，可以可以。嗯。 这样就可以了，可以了哈，好看是吧？谢谢老师。我们体验完了镶嵌跟就是图画绘画之后，你想不想体验一下做漆的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步骤？什么呀？就是磨打磨。可以说打磨这个是就是漆画特有的一道工序，你在别的艺术作品中是看不到的。就是这个是一张半成品。 它是一张需要打磨的漆画，还有一点突出，对，它还有一些突出，因为漆的话是靠颜色的堆叠产生的厚度来形成一个纹理的，所以它会有高低不同。然后我们把这个砂纸和这个木头包在一起，然后这样子的话，一遍一遍的磨，然后你可以试一下，我试一下，先沾水吗？还是不用？对，要沾一点水，然后在画面上，对，这样握住它，握紧。 ترى انتهيت من عمل او تجربه الرسم بالطلاء الطبيعي. بالفعل كانت تجربه كثير رائعه، لكن العمل يستغرق وقت ويحتاج الى جهد ودقه عاليه، بالفعل متعب، لكن شعرت بشعور هدوء وسكينه غريب بالفعل. سعيده كثير اني قدرت اتقرب من الفن الصيني العريق القديم اللي له تاريخ اكثر من 7000 سنه.
فعل إشي عظيم جدا. يعني بشكل عام اليوم كانت تجربة روعة وكتير كتير مبسوطة.